这个是要选择直接打门，人墙一定要排好。奥尔索普呢是站到了广药白云山的球员中间，他是估计要挡开一个位置，打门漂亮，1-2，果然是由18号布鲁斯汉姆直接任意球的命中。这个球应该说质量啊发的比刚才卢林那个还要高一点。因为这个球呢确实是守门员是一点办法没有了，我们看球速又快，球速又快，而且角度又刁，所以说守门员的是一点办法没有。好，在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呢，墨尔本胜利现在是追回1分。